中国女排爆猛料，00后超新星球员诞生，朱婷接班人出现，蔡斌等到了。哈喽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实说球。目前距离全国女排联赛还是有一段时间的，目前呢中国女排呢也正在经历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，那就是全国女排冠军赛。这次的比赛中，江苏女排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在战场上接连胜出，也是展现出了要拿冠军的气势，同时呢也展现出了中国女排的竞技精神。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，江苏女排以3-0的巨大优势将辽宁女排战败，再次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这个阶段江苏女排全队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，年轻球员也有很强大的战斗力，特别是江苏女排的吴梦洁给球迷们展现了她非常强大的实力，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吴梦洁有1.91米的身高，可以说她被球迷们也称之为当代朱婷，她也是比赛场上最引人注目的球员。在这场比赛中，吴梦洁也展示出了他进攻能力的势不可挡的优势，他不仅跳得高，而且他的力量也比之前有所提高，也让对手对于他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。吴梦洁能有现在的表现，也让中国球迷们感到非常的开心，但是呢也有一点遗憾吧，那就是这次没有进入国家队的集训队。吴梦洁可以说是一个有着非常高天赋的球员，他本来呢就是能够进入国家队的，可是蔡斌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有球迷认为蔡斌的眼力还是非常差的，像他这样的球员早就应该进入到国家队了，早应该选入集训队将他进行培养，应该给他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，让他快速的成长起来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希望中国女排有更多的球员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实力，征战国际比赛取得优异的成绩。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加关注，谢谢大家。